剩下几本也连拍了啊，这个钱不够我秒，我帮你全红，欧巴，肆意帮你全红。OK 不 OK？ 哈少不哈少？王系老王联手光速打造第一黑山老妖，让你沉浸式体验超能力的豪横，最后顺便打了个十二技能竞台童子，这也太过瘾了。我靠，不会是黑山老妖吧？我日，我最喜欢黑山老妖了。谢哥，你买游戏币啥意思？你买游戏币就是瞧不起弟弟喽？我哥新买台车，我给我哥加满油，怎么了？进阶我包了啊！触怕雷，来猜几红？一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呦我去，好像全上了，能用了，谢哥。别闹，剩下几本也连拍了啊，无所谓了。这个钱不够我秒，我帮你全红，欧巴，肆意帮你全红。出来插本高级夜战，打输不就是应该这么打吗？对不对？现在是七红，进步了很多啊！八红，还是七红吗？我日！哎呀，还是七红，懵了吧？感知掉了还行啊？哦，感知掉了还行了，有点进步，有点进步。嗯，高叶是什么呀？高叶合作。我日，神佑，必杀，这下有点破费了啊！谢哥打完这宝宝你别走，下一个宝宝才是关键。这宝宝循环顶多花个几千块，那个掉了就是几万。打金牌是吧？对。你是开的电脑的？我开的手机，我没办法。来了，最后一把了，全体注意。群军出击，最后一本高级合同。合同我买了六本是真的多啊，一个大推啪一下完事儿。掉吸血。给我谢哥冲全红。完了。兄弟们快轮到我秒钱了。来高币合同一致夜战。最后一个啥幸运掉了个偷袭收工，我还没出过哟。哎呦全红了哟。哦，全红了啊。91，梧桐这把90啊，冲100了。西凉还是原地？西凉菊花台。瞅你带死不活的，像个死狗一样的，他亏死你！我是真的，我眼睛都闭起来了，眼睛疼。你说话看起来好有智慧的样子，下次不准再说了。110，秋帕雷，成了，恭喜谢哥，恭喜小熊彤彤。刚刚都出过83了。啊。OK 了。哦，可以，剩下的钱还能再吃几次。我靠，谢哥这个吃的，这个吃的还挺有特色的，不知道以为我放的全是六呢，我六在这儿呢，我可一个没放啊。谢哥没见过那么低的吧？见过，我吃五个八，吃出来5.9，真的是这个第一次见。OK， 打进来，我闭嘴，进台。
哎呦我操，这资质这么强的吗？这只静台哦，吃过了，这只资质挺好的，成长高。静台其实主要吃成长嘛。谢哥，咱俩来吧，咱俩操刀。行，你先来一本。我看一下啊，来一本。多少什么说？我操！幸运招架，感知高防，高神，高偷高吸高避。如果明斯的话，肯定不上感知，肯定是明斯会跟呀。啊，可以，感知先不上。先来本招架吧，我第一本招架上下。给气血挡上。给莫路哥截个图。我不能给莫路哥截图。莫路哥不行。魔心直接被覆盖了，直接覆盖了。这血赚。不要这样，昨那天我们也以为是直接覆盖的。对，混掉了。你看，这差一点点。我的了啊。那肯定是一把覆盖啊，前排连机带，镜台就带。兄弟们，这是一刀下去40000多的东西啊，连机带，那就是肯定是镜台的带，没事啊，无色魔血掉了，可以补慧根了。哎，不能有意外吧？连机带无色魔血一定带的吧？不是那个镜台妙题，下本书是吧？啊，这儿呢 ，OK。咱俩一前一后，前后夹击，包成。嗯。吸收大台子。OK， 掉了个低吸收。牛逼！啊，剩下上古书了。嗯。第一本。莫路哥想的是，只要是不掉连击，就你们随意，掉连击了再说。一本高神。往前推了，连机在台子在，可能吸收没了啊，可能吸收没了，吸收没了，牛逼！夜战不敢打，防御不敢打，低地不打，我有打高偷。是连击吗，兄弟们？是连击吗？明思，后排没有动，是连击，是连击，没事啊。下本是镜台，镜台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是，操，完了，套词，真掉价了。